虽然下联马上就能通行，这不是电影场景，而是实际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。台中指标建案泰裕天柱结合本业打造智能科技宅，可靠人脸辨识自由进出，还可透过手机 APP 远端操控门锁、灯光，全部 all in one 的智能配备，放眼全台的建案都很少见。我们是全方位的科技宅，还有就是 不只是智能科技宅，我们的安全监控也是最大一个特色了。我们主要方便就是不用带钥匙，也不用带卡片，就可以通行无阻，在整个大楼里面，包括住家。全案基地470坪，新建地上21层，最近已经动工，不只在强化智慧方面很有一套，还运用自家的消防机电专业，导入高规格的火警系统。管线施工细微到以机械接头衔接，省去传统电焊接头的不稳定性，结构采用耐震度较高的柱中柱系统，居住安全性都大幅升级。我们是比较强调性价比的，卖的一分钱一分货，我们的价格跟我们所给予的产品还有内容是最好的。全案住价16到60坪，室内尺度标准配备都是顶规，像是进出的六合一电子锁。最特别的是，还能发给访客一次性的 QR code， 从远端就能控制门锁进出。走路要平屋客厅，6米采光大窗迎面来，阳台长达10米这么深，未来在这享受景观更惬意。厨房是意大利进口厨具，配色还可以任君挑选。在这豪宅环绕的七席蛋黄区，以7米的四字头价格搭配高端智慧配备奖市场，首案就告捷，预计4年后可以完工，成为台中最独特的前端住宅。